我叫陈凤珠，我今年70岁，三个儿子，我还不到50岁，先生就离开了。幸好我的孩子他们读书都自己来。是我们民生里的领长，是担任一个志工。妈妈真的辛苦了，都把最好的留给我们。她其他都会省，但是呢，在你教育这一块，她是绝对不会省。母亲节快乐！